可以。所以我们写的时候啊，你是比较集中在看它的字啊。那你一边干一边写的时候啊，它就是你一边上去啊，这边上去，这边推下来。同时也给这边看。对吧？你看，就是像他这样走，然后这边推下去，然后这边支啊，你可以跟他。你看这个，看这边看起来是断，其实不是，我们不应该写断啊。白，这个呢，这个啊，因为这个马嘛哈，这个向去的时候，那这边就向这边走。那是这样走的。但如果你这样看，可能没有去注意到它的那个章法哦。可是啊，没关系，把这个呢，各位，这个你看，就它的走势、笔势怎么走啊？你要看了，那跟着他写，看着写。那你要对这个字熟悉了，你不熟悉的话就不要。那这个你看，如果你要跟他这样，也可以了，懂吗？就是因为他以前是这样写哦，可是他这边嘛不大像这样，对。这个心不要写了啊，直接写这个。无啊，无，看到吗？那这边走，它走势是这边走，这边上去，这边，看到？好，跟着这样，无事。是老眼，这个老眼，这个我讲说拉长，啊，好，拉长一点比较老眼，空，空，骨它是走这边，记得这个方向。这个一个两个，对啊，走它的，然后这个旗，那狮，这个它是一个横画。人，这个牙你看它这边走，这个可以调回去一点点的，这边走，这边下来，推上去，下去，它这边走这边，松。花，那本来是这样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它一个转，因为它需要一个圈嘛，哦，所以看着它，鼠，它是这边走，看到这边走，然后这边下来，写个山，那是山这边。稍微这个不需要。三，背是吗？这边一个布，竹，推下去啊，竹啊，如果你这边断的话，你的起笔是哪里？
起笔在那里，那断的话，那起笔是在这边，看到这个吗？它不是在这边，它是在这边呢、啊，啊，所以它。啊，这个吞，你可以直接，你跟他这个也可以的。这个要改，对吧？省掉那个，他去掉了。省掉，他去掉了。这个我跟他去掉，哦，他倒掉了，去掉了。哎，讲过啊，了。柴门啊，柴门无事，你看跟到这就可以跟他回了。了没有写老师，我叫了。哦、了。OK。好，是王。起呀、啊，不是起呀、啊。哦，所以你刚才这样写下去，当然是比较王国的那个形了、啊、哈、哦。那如果你写得很熟练的话，可能会有他的神采哦。我觉得没有，这个是杜甫诗啊。哦这是王铎的诗，所以OK 去哪里？好、oh.